我们今天呢一路一大早就来到这个帕路奇亚神兽地方，在这个冈山呢、啊。阿东的回合，我方前援所受到的伤害减半。来啦，我们今天来到了冈山秀泰，里面有一只帕路奇亚，有喜来了，猫老大，哎呀，田祖祖，猫老大，喵喵，好了啊，随缘，噔噔噔，猫老大，哟吼、哦，好的开始啊，虽然不是很喜欢猫老大，发现有猫老大好像都不怎么样、欸、昨日遇到帕路奇亚，今日又遇到帕路奇亚，铁火辉夜的攻击，上面这个小石怪还有魔强玩偶，应该是绰绰有余啊。一二三，你然后在这个大师球过去之后，然后数一二三，他就就是那一颗精灵球，三个。哦哟，是什么？哇，遇到了，遇到了，帕路奇亚。今日第一场就遇到五星，是个好的开始。哦哟，还有土地云呢，继续对战。一二三，哇！听这个双倍的力量，一般都是一个加龙王炮，他有两只，所以他应该比较厉害。嗯，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二三，有。滴答，哇，我们两只都没磕到，但是伤害还是绰绰有余啊。哦呦，对方按到了35哎、欸。顶住啊，奥利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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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顶住。糟了，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个伤害。哦呦，他也是用地震回击了我们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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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土地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宝可梦。好的，我们要派出我们的。双倍的加龙光炮伤害。还因为没有克到，所以他的伤害就是微不足道。结果我现在这两只呢，冰一步又是克右边的。冰冻呀。有了吧？哎呀，还差了一点点。这只怎么打那么久啊？亚空猎斩，惨了，我们的铁火也去了。冰衣服再使出一次冰冻牙，我相信这次可以有办法把他们给打击掉。喂，失误，哇哩嘞！猫老大使出乱抓，怎么这么难打？士气已经按到773了。有了，有了，一二三。没错，就是这一颗。他在这个大师兄过去数一二三，就会是这个两个、三个，都没有抓到了土地，又来开图鉴。今天又是四星了、啊，传说宝可梦，获得了一张土地云，耶、yeah ！哇，他也是地震哦。换我们的小蜜蜂 QQ， 飞行细雨。地面系的土地云，猫老大又是你，猫老大。谁？我们来让看看大叔今天早上会不会上班，不要再拖懒了，大叔。交换大叔物。没有，他还是在拖懒。还在睡觉。混贵桃啊，大叔。哦，又遇到了第二场。帕路奇亚。龙卷云。龙卷云啊，我们出去遇到龙卷云的，瞄了久还是在那，瞄到一个20，暴风把这一只对风的龙卷云吹下来吧，好像有点伤害，哦呦，想不到吧，我们的路卡利欧也会反击。敌方的龙卷云会使出暴风是怎么样的动画？好像一样哈、哦，好像一样，一样都是暴风。哦呦，哎呦被攻了！幸好路卡利奥不是格斗，不然他应该现在就死了。回一颗是什么球？哦呦，跳球哎、欸，跳球，跟大师球，真假的？来了，一个，两个，三下，哇，没了，继续排队，继续努力，加油加油！
今日我们在这边第三场，目前有四个人在排队，还没有下这只帕洛西啊。没错，俺都遇到了。这两只我觉得要选帝王拿波、龙卷云、烈焰猴、波加曼，有了。帕路西亚还有另外一只帝王拿波。帕路西亚我专门带出了你，没有错，响彻云霄的藏尾鳞甲龙，来吧，今天特别带你出来摇尾巴。我还有我们的鳞甲龙可以超越他们，使用力招是驱魂热舞猎鹰豹。嘿嘿，我有这个可以了吧？解决他们，有了。又轮到我们的投球了，兄弟们，来吧，推一颗高级球。嗯，哇，在旁边，一个，两个，三个，哇！帕路奇亚、啊、来了，轮到我们小弥陀 QQ 了，第四场了。好想再抓一只啊！帕路奇亚、啊，你第二次遇见你了，你怎么那么难下卡、啊，兄弟们？又是帝王拿波，一个，两个，三个 ，get 到、哎、没有？哎呀，没有，没有交换机会，没了，第四场了，兄弟们。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用蹲的。帕路西亚大图烈焰头，没有，让他自己投，电脑选号，超级球，太好了，是超级球，一下，两下，三下，给，哇，哎呀 ，no no no no， 天呢，刚刚好像有一股要下了。好了，小明婆安安人生第一支五星。好，往前，往前，往后，往后。超级球。咚咚咚咚咚咚。哇，连动都没动，已经苦战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正在排队，又出现了帕路奇亚大图，到底这一位先生有没有机会捕获这一只帕路奇亚？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再打个两场，先去吃个饭，然后再回来。这两场能不能下一只帕路奇亚？现在越来越难，人数越来越多了，加油啊，兄弟们！第一次的交换机会，国际上。哇，二星魔强人偶，紫玉剑，哇！来了，我们的第七场了，兄弟们，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十一点打到十二点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里面出现了一只紫玉剑，就是你了，紫玉剑，大图紫玉剑，然后兄弟们，该来了吧？草草大草大草，圆圆的，是我们想象的那一颗吧？哇，小中小，草苗龟喵喵，来了，紫玉剑，救急球打开了，就是你了，紫玉剑，路卡利欧。我们好像蛮常遇到路卡利欧配另外一只五星，来了，我们派出了两只火系宝可梦对付钢系格斗系的路卡利欧还有紫玉剑的，放这个力招是击倒他们，超强极限去约旦，一次把这一只紫玉剑收服就靠你们了。M 字号的球，哇，结果是精灵球，又是你精灵球，两下。三下滑海了，哎呀，真难捕获这只五星哦！第八场了，第八场，第八场了，兄弟，该下一只了吧？安妮啦，安妮啦，哦，猴子跑出来生气了，猴子说你生气了，哦，交换机会了，大叔，哎，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啊？四五零五。我两个都有顺序。
哇，我们又剩下一只紫玉剑了。昨天打怕路没下，今天又没下，剩下一只紫玉剑，裂空座。哎，遇到了裂空座，兄弟们，怕路没了，然后裂空座又来了，有啦。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一次突破这一支猎空座的机会，刚出来第一场，太好了，是超级球，太多了，一下，两下，三下，来了，我们今天的第四场了，兄弟，哎呀，救急球进来，把摇杆头向前推。怎么每次都推这种球？救急球！来，然后我们换了位置哦，现在是我们小迷途 QQ 在前面哦。今日的第十一场，从11点站到现在已经1点半了。超级球来了！哎呀，又爆了！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是精灵球。哇，人家生气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最后两场，只要是两场了，再没有打到裂空座，就是剩最后一只武器，只要没有遇到，我们就应该说没有抓到，我们要离开了。连续打这么多天了，太飞了。今日最大苦主飞鼠弥陀哥，我们去吃完饭之后，就听说跟我们一起打了十一点的伙伴们也下卡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今日最大苦主。好了，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做到这里了。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一张，记得多多回来帮我们补血一下。谢谢各位收看，明天哥，各位拜拜。